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某物质啊哈，跟氧反应啊，生成二氧化碳、二氧化硫啊跟水啊，由此可推测哈，该物质中至少含有哪几种原子？首先，它一定有碳，一定有硫，一定有氢，那氧不一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氧可以从外面来，所以它至少含有碳、硫。啊、跟氢啊，所以这一题哈、哦、应该要选 A， 碳硫跟氢。